好啦，生活不狂，倒塔不狂，在下就是传说中关公面前耍机枪的逍牙把筐啊。今天依然是一期倒塔扯淡故事会，以扯淡的态度面对操蛋的倒塔，讲述关于倒塔的那点事儿。第十三弹 Alaction Story 1，这是一个关于小小和克里斯利斯两位好基友的段子。这个小小小巨人就比较招男同胞稀罕，号角还没有吹响，这两位小基友就两腿一错蹬，苍啷啷的冲向了上路。他们要干什么呢？很多同学也不一定猜不到。反正有这个小小小巨人，就不会是啥大义凛然的事儿。果不其然，克里斯利斯一个小穿刺就穿到了这个鸟不拉个屎的地方。众神之王宙斯一看就不干了，啥玩你妹夫的，到底想不想玩了？搞毛线啊！小小很淡定的回应道，他就是个傻屌，不要屌他。苦逼的克里斯利斯此处省略好几个字儿。吹牛逼的号角终于吹响了，敬畏的小胖子和船长那样套路来到了上路。小小一个飘忽的小走位就将他们带进了处心积虑的小陷阱。但是人算不如天算，你算不如我算，我擦嘞，有木有这么点儿背啊？很明显嘛，老天爷并不待见小小这种猥琐的鹰。计划失败，果断跑路。但是船长表示，俺有水道，俺骄傲，真是害人之心不可有啊，话俗理不俗。小小小巨人难道就这样放弃了吗？不能够，他是有长性的孩子。小小猥琐在野店轻轻的一探头，船长微微一笑，根本不尿，就小胖傻乎乎的跟了进去，待想跑时已被小小送走。送你走吧，现在就出发。小胖上去之后发现有个小兵哥，瞬间喜笑颜开，原来是给我送钱的呀，真好。但是等一会儿他一定会后悔自己 A 死了小兵，没有 hold 得住。这两位好基友前来参观蓝胖，其实他们什么都看不到。船长忍无可忍，不想再忍，一跺脚一握刀就冲了上来，殊不知正中这两个猥琐男下怀，克里斯利斯一个小穿刺就穿了上去。小小不来了哈一秀送走了船长。送你走吧，现在就出发。虽然我们的克里斯利斯香消玉损了，但是却废掉了禁卫两人，这笔买卖忒值了。看到这里，有的同学就会问了，狂狮啊，两个人咋就废了？用小鸟运个 TP 不就得了，多大点事儿啊。说到这里的话，狂狮就要插播一点点走进科学，走进刀塔。来，导播切一下单机模式。狂狮低调而有人品的就选择了一个沙王，然后呢，然后轻轻的我就插上去，我用寂寞来惩罚自己。大家可以发现这个小地图上也是看不到我了，咱把小小鸟调过来，狂点小绵羊啊，但是这个回程就是运不到身上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哎呀，我也不太清楚啊，也许是因为跑到地图外面去了。如果插到这个点呢， TP 就可以运到身上，你双击 TP 的话还会出现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啊，多奇怪呢，大家看一下。虽然动画效果是这样的，但依然可以回到家，这个大家不用担心。既然都进入这个单机模式了啊，今天就教大家一个狂门秘技，一般是不爱传的哦。情景是这样的，你选了一个沙王，非常傻屌的趴在这里看服，突然间冒出了禁卫三个人，你只有一级怎么办呢？ Don't worry，果断插这里，整个场面 hold 得住。如果你是禁卫的沙王，级数很低，突然冒出了天灾三个人，怎么办呢？果断插这里，整个场面继续 hold 得住。上浮点也是一样的，你可以插这里，插这里，还有插这里，只要你练熟了以后，想上个什么 top 探啦，都是消文黑啦。这个属于狂门秘技，一般只有狂门的内门弟子才可以知得到，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研究一下。咱们翻回去继续讲段子啊。两个废人站在这里呢，整个就一凄凄惨惨戚戚。我承认啊，蓝胖的屁股确实比较大，挡到了我们船长的镜头。两分钟之后呢，天灾的蚂蚁大发善心前来救驾，一个小蚂蚁群给事业开始救人。小小这回不干了，你妹夫的还想救人，自己也上去吧。送你走吧，现在就出发。上去之后呢，蚂蚁又轻轻地 A 了船长几下，
之后呢，船长和蓝胖就都得到了解脱，死亡是为了更好的重生。有的同学就会问了，那蚂蚁怎么办呢？对呀，那蚂蚁怎么办呢？蚂蚁也是各种求爷爷告奶奶，但是不仅天灾的人不屌他，就连他救过的人都根本不尿他。蚂蚁不禁发出一声感叹，这个年代没实力还想做好人难呐。20分钟的时候，机会终于来到了，小小小巨人在濒死的时候将夜魔兄踢了上去，送你走吧，天不亮就出发。终于要解脱了，离开这个屌不拉屎的地方。蚂蚁表示，原来被干也可以如此的惬意，如此的舒心。现在的夜魔是非常的 happy 啊，金光一闪还升了一小级，已经低调的杀人如麻了。虽然说在这个地方有一种一览众山小的感觉，但是站的时间长了还是有点寂寞。夜魔果断使用大召唤之术，召唤小小鸟来送一张小小的 TP， 他要回家了。当夜魔和小鸟四眼相对的时候，他明白了一个深刻的道理，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并不是你带了 TP 回不了家，而是 TP 就在你的面前你却拿不到。如果上天再给我一个机会，我一定不会挑衅小小，不会干死蚂蚁。如果非要在这个机会上加一个期限，我希望就在今天。好了，我们的段子继续。夜魔发现回不了家了，这回他急眼了，大喊道，你们妹夫的，过来把老子放下去。众人无人应答。过了一分钟，夜魔非常中肯地说，兄弟们，能不能来个人帮帮我啊？继续无人理会。又过了一分钟，夜魔哀求道，大哥们，求你们了，给条活路行不？依然没人屌他。夜魔这回那是抓心挠肝的上火啊，最终他将目标锁定在了好心肠的蚂蚁身上，哀求道，一哥，你救我下来，我送你三条命行不？蚂蚁冷冷地回道，十条。两个人就开始了扯皮，四条，九条，五条，八条，六条，七条，你们妹夫的，在这打开麻将了。最后也没谈拢，夜魔怒了，老子不下去了还不行啊？但是俗话扯得好，只要够无聊，办法总比困难多。在这个万山之巅修炼了无数个日日夜夜之后，夜魔终于顿悟了，他不禁大喊一声，我就是个二逼啊。随后把小鸟叫了过来，开了野店的视野，买了 TP， 轻松回家。这个段子讲到这里呢，基本就结束了。讲完之后才发现真屌个长啊。知道夜魔为什么会突然大喊自己是傻屌吗？前面有一块伏笔，大家往前翻就可以看到这张图片。其实他早就拿小鸟开视野买过东西，但是他却没有想到买 TP。思维定势害死人啊，所有人被坑之后第一反应都是拿小鸟运 TP， 而 TP 运不到的时候，大家都会像离开水的小鱼，没有主意了。针对这个思维定势呢，狂狮讲一个段子，一个很久以前的段子，一个对狂狮感触很深的段子。非常屌逼的联合利华集团引进了一条香皂的生产线，结果发现这条生产线有点问题，就是常常有盒子里没有装入香皂，但是不能把空盒子卖给顾客，对吧？于是就请来了一个学自动化的博士后，让他设计一个方案来解决。博士后就拉起了几十个人的科研小组，然后采用了什么机械微电子乱七八糟的技术，花了好多钱，成功解决了。就是生产线上有两个机械手，然后他有空盒子就会检测出来，然后把那个盒子拿走。中国南方呢，有个私企也引进了同样的设备，发现了同样的问题。这个老板呢，就找来个小工说，你他妈的给老子把这个问题搞定，不然你就滚回家去。这个小工居然真的把问题解决了，是怎么解决的呢？他就在生产线的旁边放了一台大功率的电吹风，然后就开着电吹风吹，这个空盒子就都被吹走了。当时我看到这里吧，真的觉得这个小工屌翻了，咱们送他一句话，哎呦，还不错哦。最后普及个科普知识啊，如果大家被卡在一个地方动不了的话，可以输入杠 unstuck， 这样60秒之后呢，你就会被传回基地。其实我不太想讲了，大家都知道了，那 DOTA 都不好玩了，对不对？想坑人都没得坑了。不过算了，导播 next story 2。
这是一个老头害妹子的段子。两个小老头在河边打太极，打的那是旗鼓相当，不亦乐乎，也可谓是老有所乐，老有所养，符合咱们那个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发展观。不料猥琐先知发现了个黑妹子，果断要起飞。这回大魔倒不干了，你妹夫的，你丫的给我回来，不带这么放人鸭子的，信不信我一招波波波整死你啊。先知表示，整死我我也得去，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啊。我擦嘞，这他哥的是他妹的什么节奏，真把我整死了。大魔岛完成了一次 double kill。 光听说过飞来横祸，终于见识到飞来横电了。这人吧，要是倒霉了，用相应卫生纸擦屁股都能擦出血啊。好了，导播 next story 3。这是一个关于滚雪球的段子。天灾的三个人想搓麻将，但是三缺一呢，所以就去请蝙蝠。蝙蝠表示呢，整死俺俺也不去，俺媳妇儿不让打牌，说顽固丧志。真可谓三个人的寂寞，一个人的搓。天灾三人组这个脾气可爆啊，本来就寂寞，一听蝙蝠不去，直接就发飙了。说是迟那是快，海明一个小飞镖打了出去，但是没有打中啊。剑客接了一把大锤子就砸中了蝙蝠的菊花，凤凰也是挡住了蝙蝠去路，蝙蝠只好反方向逃跑，还想挣扎一下，但是海明一个小雪球滚啊滚啊滚啊，就将他滚死了。但是冲动是魔鬼啊，两个人瞬间就找到了一种低处不胜寒的感觉。那大石头也是狂狂的砸呀，海明发现他屁股上的肉比较多，所以就亮出了菊花。此事过后，海明的菊花可以绚丽的绽放了。而我们的剑客不愧是剑客，临危不乱，处变不惊，他那是面朝大树低调挨揍，用他的宝贝来迎接石头的洗礼，隐隐还流露出一种舒爽的感觉，绝对是非纯爷们儿不可也。原来站在低处也可以如此的藐视天下豪杰，震慑万里江山，千万里我震慑着你。此战过后，我们的流浪剑客荣幸地获得了一个俄罗斯名字，屌比斯都因夫斯基。好了，导播 next story 4。 这是一个关于迷茫的小恶魔的段子。小小和急速的恶魔对小黑产生了一点点小想法，小小微恶魔羊非常的流畅，但是你这个叉是不是有点太猴急了，不就是叉个小黑吗，难道没叉过？卡尔一阵小风吹过，恶魔发现了一只小鸡鸡，他瞬间就迷茫了，到底是先杀鸡再杀人，还是先杀人再杀鸡？给你11块啃个鸡能解决得了吗？迷茫了半天，小黑和小鸡全跑了。原来我们小鸡鸡的走位也是可以如此的风骚，如此的飘逸。小黑也不知道哪根弦搭错了，出来卖骚被恶魔插死了。而我们的小鸡鸡呢，依然在风骚而飘逸的戏耍着 Lion， 待到 Lion 想跑时，已被一头小猪猪奔死了。段子里的恶魔杀鸡又杀人的机会摆在他的面前，他却没有抓住，也许现在还在抱怨那个机会不够好。如今呢，有很多人在抱怨这个时代不好混，没有机会，如果身在改革开放那会儿，遍地是黄金多好。这纯属是扯淡啊，任何一个时代成功的永远是少数人。现在你看不到机会，就是把你身在改革开放那会儿，信息闭塞，你照样是两眼一抹黑。如果你总想着别人把机会放在你的面前，然后轻轻地告诉你那可是个机会啊，那么就算机会来了，你都不一定抓得住。这一期的导弹会基本上就这么低了，非常感谢大家来捧场啊。最后给大家带来一个小曲儿，没有康师傅就没有方便面。没有康师傅就没有方便面，没有康师傅就没有方便面，康师傅有红烧牛肉面，康师傅有香锅炖鸡面，他带领方便面走向胜利，他解放了火腿肠和茶叶蛋，他坚持做面半年半，他挫败了兰州拉面，他唱一曲永中的赞歌，他光荣会是在沙县。没有康师傅就没有方便面，没有康师傅就没有方便面。最后的最后呢，还是征集一下 RIP， 不管是你犀利别人还是别人犀利你，你蛋疼别人还是别人蛋疼你的片子，都可以给不狂发过来，邮箱是小爷不狂 at foxmail.com。 好啦，欧了。